再来给大家欣赏一下我的裸根苗的奥斯汀玫瑰，里奥纳多·达芬奇。达芬奇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三株长得非常非常的茂盛，那距离上一次的话，它又长高了将近10到15公分。这个裸株苗的表现是非常好的，这是完全没有受到损伤的裸根苗，然后呢，买来以后呢，就直接种在这个盆里面了。这个盆呢，也不是那个石头盆，是一个塑料盆。对它来讲相对来说透气性会差一点，但是它表现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棒，而且这个品种的叶片非常的油亮，一层蜡质在上面，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它上面的花苞也是一个枝上来，有一二三，也是一个枝上来有三个花苞，下面也是在还有孕育别的花苞，所以一根枝上来起码有4-5个花苞，非常非常期待它能开花的样子。而且这一株，这个一共是3株在这个花盆里面，我相信它肯定是能有非常棒的一个表现，会有一个非常爆花的效果。那在下面的话呢，我也是用的一些缓释肥，这个呢我就没有在这个拍上期视频到现在我就没有再浇过水，因为这个并不是一个非常透气的一个花盆，所以为了避免它烂根，再加上这个潮湿，所以呢我就是没有选择再浇水，但是整体的也很不错的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。